4月22日消息，小米商城官方微博今日发文表示，米家智能计时器已全网开售，定价99元。查询小米商城官方微博得知，米家智能计时器采用双段计时设计，可兼顾厨房、工作等双重场景，支持10小时计时长，有效管理时间，支持快旋慢旋两种操作，可快捷定时，支持磁吸强贴两种安装方式，超低功耗，最长可待机700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新品不仅可以用作计时器，还可充当无线开关，只需用户在米家 M 中自由设定智能场景，即可通过5种交互方式控制不同动作，如单击窗帘开合等。此外，用户连入米家 App 后，还可远程控制微波炉、电饭煲等智能家电。4月22日消息，小米商城官方微博今日发文表示，米家智能计时器已全网开售，定价99元。IT 之家查询小米商城官方微博得知，米家智能计时器采用双段计时设计，可兼顾厨房、工作等双重场景，支持10小时计时长，有效管理时间，支持快旋慢旋两种操作，可快捷定时，支持磁吸强贴两种安装方式，超低功耗，最长可待机700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新品不仅可以用作计时器，还可充当无线开关，只需用户在米家 M 中自由设定智能场景，即可通过5种交互方式控制不同动作，如单击窗帘开合等。此外，用户连入米家 App 后，还可远程控制微波炉、电饭煲等智能家电。